当中呢，是我身体无好嘛，啊，伫咨询室伫咧静养嘛。啊，有一位呢，就咧甲迄个修道法师讲讲哦，啊，我吼发现着一铺迄人迄要摕出来卖迄个铺啊纸吼，啊，其中吼，哦，有一铺《法华经》真旧啊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哦，我那有小可破破吼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哦，咱来改买来，咱的士林好无吼？啊，我听到我就讲，欸，我买啦，好，我买吼，哦，因为听到《法华经》都唔知安怎从内心的起欢喜心呢。啊，到底这一部《法华经》到底是先做安怎，我唔知呀。但是呢，听到《法华经》，我就真欢喜。啊，听到迄位诸分师的信徒伫咧报这个代志，讲哦，伊讲我真想吼，哦，买来改买回来咱的士林。安尼好无？啊，我伫伫迄个所在听到，我买啦，互我买哈。啊，修道法师讲好啊，互你买啊。真正去给请回来的时候，好足久啊啦，已经有旧气啊。迄，那个皮哈，是用茶皮茶啦，这个木的木板的哈。啊，我那有绣花有旧，纸呢嘛有旧气啦。我就把这部经当作亲像我的宝。这部《法华经》啊，让我喜悦，让我清安，让我自在。我懂得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了这个方向来追求，就这样子开始。我就决定了，我的理念，我的人生的价值观，我要往哪里？所以呢，就开始计划，怎么样能进入佛门？当然啦，这一段时间呢，是跑得非常的辛苦。虽然心灵很自在，可是呢，世间的属性呢，总是和我真多的坎坷，甲真多的辛苦。这种感情的交织，真的是很挣扎。我说的感情是家里的感情，母亲、弟弟、妹妹，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小。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，我要抓住了人生的时光。我知道人生无常，我要坚持我的人生理念。所以你这种要坚持自己的人生的力量，要知道说人生无常，要把握现在都要去做。尤其是妈妈的身体无好，小妹小弟还够细汉，你想这种的很矛盾的心态啊，多么的挣扎。当然啊，就是理智啊去证实了感情，我就出家